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皮。那这一次呢，要来补上一次在 Podcast 所讲的坑了。这个就是日本这个叫伊藤哈姆所出的素肉。我家附近的超市有五个，一个是肉蛋糕、鸡块、柔软的卡子就是猪排、炸厚的火腿、年轻卡子应该是腰间肉的炸猪排。然后这上面都有写 Maru de Oniku， 实际上它还有再出两个，一个是像这样子的汉堡肉，还有像这样子的炸鸡块。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卖炸鸡块。先跟大家讲，有点可惜的是，这两个里面好像有含洋葱，这三种它是全素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热吧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餐，有两个很像 ，Hamu Katsu 跟 Yawarakai Katsu。这两个都扁的，有点像。嗯，先吃过的。你只花了七分钟就做好了。我们的气炸锅太厉害，超棒的。这个用微波炉，然后其他用气炸锅。嗯，糟糕，这有什么吗？不是，有啊，它全部飞了。先给大家看亚瓦拉凯卡子，这是鸡肉啊，它就是白色的。然后其实这样子看，我才发现说它很像很多淀粉，都白白的。豆腐吧，是淀粉吗？看起来很像淀粉啊，但是吃起来就很酷。いただきます，可以先吃啊。好。嗯。因为它其实放了五分钟吧，所以它有点小冷掉，感觉很像鸡胸肉。我觉得很像麦当劳鸡块哦。冷掉鸡块，旁边就有鸡块。我们第一次吃下到现在，我吃还是觉得很强。我在台湾素肉其实会有一种，有些会有一种加工的味道，不是全部啦。嗯，但是它这个是真的很像鸡肉，就是那个应该说实际上对，实际上口感这个颜色，我就有点吓到了。这分明就是已经烤过的肉，对，就是已经炸过的那种猪腰间吧，福盛庭。它就会比较油，油脂比较多，这比刚才那个还要软，这样吃比较出来。这个它就放比较多的黑胡椒，不辣，有香味而已。实际上肉来讲，这全部都是猪，这个才鸡而已，比较像比较淡的炸猪排。我们之前买的那几种素肉，最大的差别是它真的口感、味道都做得太像了，很这香料的味道好香哦。就很肉，一吃进去马上就有那个，胡椒的那个味道。你这样蒙着眼睛吃，我觉得都有可能会误会它是。那明天我带一包去大学朋友家。我跟他们吃不出来。我想要试试看。嗯，可以拍拍一集。你可以试试看。这个其实是我这一批素肉里面我最爱的，因为超爱，真的超爱吃，无敌爱吃鸡块。我自从知道它是鸡骨、鸡碎骨做之后，才敢吃。这样子，它的造型就是麦当劳的鸡块，它那个颜色，它还有它的那个紧实度，还有它的调味相似的程度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口吃完，太好吃了。因为我所知道的是说有。有人说你吃得出来那个素肉的味道跟荤的味道，是因为你没有吃肉越多年纪就吃得出来。我是有点忘记真正的鸡块的味道了。而且已经吃素多年，怎么还会去吃荤来比较？而且价钱来讲，这个跟肉蛋糕是最便宜的。接下来吃这个叫 Hamu Katsu， Hamu 就是火腿，所以它里面有加人工色素，有变一点点红红的。那这个呢，说实在的。我吃最多的时候是我来日本第三年，旁边有一只那个什么 chicken， 就是只卖便当的那个便当店的 Hamu Katsu Pendo， 我很喜欢，每一个礼拜会吃三次，因为又油又香，对，又香，闻的味道很火腿，怎么鸡排感啊？有点柴，有点可惜。味道是对，好像汉堡里面会加的那个汉堡肉，它的味道好像有做一点点，再过去一点点，就是火腿再往培根那个方面。有培根的味道，反正吃到后来觉得，就是其实有点错乱，反正就觉得在吃肉，一点点，你又没有办法分辨出它是鸡还是猪，就是其实有点分不出来，但它就有一种肉的味道。然后这个是肉蛋糕。肉丸子其实在台湾比较少见，
这样子。在台湾吃过肉丸子，只有 Costco 有 ，Costco 有而已。是 Costco 吗？还是 IKEA？ 啊 ，IKEA， 你 IKEA 讲错了。里面有吗？好吧，对焦不到 ，sorry。它这个酱烧的酱，我刚刚这样沾一下吃，好好吃哦、喔。就甜甜甜甜的、嗯。已经没有想到日本已经可以出那么了不起的酥肉了。很厉害耶！日本吃素的族群真的很少。对啊，你如果说在台湾就是吃素的人很多的话，就蛮容易发展的起来。可是这个公司要做这么多品项，嗯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客人是哪里来。我们呢、啊，他们有可能是以环 eco 的方式、环保的方式去做宗教或者是素食的概念，会有以平常人来讲，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有抵触。但是以啊，你吃这个是为了地球环境更好，那 OK， 我觉得会比较有说服力的。如果有来日本还是正在日本生活的朋友们，看到我们这一部影片，不妨也去试试看哦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部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赞。好，那 RPTV 呢，主要会分享的影片会像这样子的素食料理，还有在日本旅行的影片哦。如果有兴趣的人，可以点旁边我不知道哪一边的照片来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